它是观赏用的，它有红色跟粉红色两种。那早期那个原主在种的时候，他以为是杏花，他当时真的以为是杏花。后来植物学家就去看了一下，我们台湾要种出杏花是很难的，嘿，所以他就觉得说，哎，他去看了一下，他说，哎，这个是碧桃，嘿。所以，下次就是到杏花林赏碧桃。艺术，你看他这个，那个说他一直我们的那个理事长太太嘞，通常来到这边会，你们来到这边一定要照相，表示你一脚跨在这里。我那个英雄，我喜欢，我很喜欢那部。就拍照吗？没有了，就是这样子拍一下，让自然而自然队形。在台北市啊，对吗？就是那边是新北，这边是台北。